好，我们再找同学上来，把灸法今天讲的灸法给大家抄出一遍给大家看。好，来一个同学吧。谁？来是不痛的，不痛的。哎呀，如果有危险，我不敢给你们做，我自己跟自己找麻烦。好，把艾条给我。姜蒜，好吗？可以放在肚脐深切。刀拿开一点。啊，隔姜灸。没有关系，大胆的，老师，我是不怕疼，不叫苦的哈。冷不冷？不怕，没事。我给你点了个，老师。你把衣服放下来。哦，要切开。是，这个要切开的。我一般放下去一点，没事。不怕，放去了。我在那个位置。我们也不看上面。马上就。看看还不一样，是不是？这个我能理解啊。膻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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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喷气啊。好，你看。为什么用隔姜呢？隔姜，姜本身有乌气寒散，气寒散寒，有止呕作用，对吧？所以我们就在，比如在治疗寒性胃脘痛这一类的，临床上出现的胃寒，出现的胃寒寒性疼痛的，我们都用其，还有。治疗这个女性痛经方面，每一发作起来以后，她疼痛要恶心呕吐一样的来了，也就是胃，中医讲胃气上逆，其实在现代医学来说，由于肠道它一个收缩以后，主气往上走，影响到这个。那我们可以用姜，这个隔物灸其实是药和灸的结合，所以还有我们用附子饼，附子本身的温阳通经，对吧？温阳的这个，对一些慢性病症、寒性病症，啊，这类老同志长期病了，哎，到后期也体质比较差，稍微不注意感冒了，冷到了，完了我们隔阳，隔附子饼灸，好。吃得到。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灸呢？尽量不要动它。什么？糖尿病啊？糖尿病你要注意这个灸的这个烫伤。烫伤你等等。疤痕灸。啊。这是晚上帮的灸。这条子先烧痛。因为它这个不是损艾，是燃烧起来就不好点。如果是损艾的话，一会儿就点着。也是艾条它掺脂，痱子在里面，它把那些杆全部打掉，杆都打碎。热的来了，放心。那么这如果是这样，在灸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要注意烫了怎么办？我们同样准备一片姜片，对吧？起泡也没关系。在你神经上了，烫不烫？还不早，还早了。刚刚开始，没那么。好，如果在点燃过程上，谢你老师。这燃力不好。这个艾燃烧，好像艾条质量不好的。万一给你家里还带点艾条，对，但我带的打死了，我的艾条。如果烫了，你有几种处理方法？没感到烫了，那一个，我们拿起来，啊，拿起来，量一下再放下，或者同时在上面再加一片。哦，这是一种方法，或者就在临床上呢，还有我用棉花。薄棉啊，放上去垫一下，啊，垫一下。棉花是干的。啊，对，棉花干的。一直要到点完。点完以后，拿着就一撞，再放上去，再摆，一撞。它不是分成一些三到五撞。搓出来的叫燕竹片。那个也有卖的。老师，那个我点一条上来，没事，把督脉打通了。任脉。任督二脉，任督，诸阴之会，诸阳之会，哦，小小
小严老师跟你们介绍过了，周阴之会，周阳之会，周天，什么叫周天？一缺，这缺小周天，啊，练功的人要打通小周天。大周天是十二经脉，啊，十二经脉，十二经脉啊，没事，膻中，膻中，啊，等一下每个人给你。装屁，装屁，能不能？不怕，不怕，有有温暖没有？没有，没有，不会，还没有，哪那么多块、啊？没事，啥事都没有。等一下，一个高手半个操钱不就用来调吗？我来，我来切。爱调这个吗？啊，这个。刀呢？这。我的机会。好，这个是好。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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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只在你的两乳之间，两乳之间，是吧？啊，听到胸骨角，这个是第二肋，胸骨角对应的是第二肋，这解剖位置啊。第二肋上面第一肋肋间隙，第二肋间隙，第三肋间隙，第四肋间隙，第五肋间隙，乳根，啊，再往下，再往下就到日夜。啊啊啊！十一乐、十二乐是游离，游离的叫浮乐，浮乐。好，这个肚脐到耻骨联合是五串，五串。这个胸腱，这个肋弓形成胸腱结合到肚脐是八串，那我们折半，四串中脘线。啊，中脘线，古代在起线方面有一句话，起五线用一线，起三经用一经，就是穴位之间它是相对的，啊，不能用现代医学的，不能用现代科学的话，几公分几公分，没有，每个人都是高矮胖瘦不一样，它不是损害，它不是损害，哎，不是损害，它不是损害，它不损害，好，撞一撞的，做好掉，下次我带来，不用了，好，现在肚子已经有三个了，可以了，可以了，没有温度，下没有了，感觉还没到，有点厚了，得花时间干。星期六还有一次，星期六还有一次，他妈到了，还有最后一次呀，最后早上一个早上完了。肩片啊，闹了一个，就是做也是跟啊，这个是隔物灸，隔物灸。那么这个在艾条，啊，做好了已经啊，不要艾条，一条一条的，这个嘛，可以，大概有一根，它就旋旋灸吧。好，这个就是艾条旋起灸啊，旋灸法。好，温和灸，那我们可以用你的手，对吧？手背、手心，这样。好，对方有温热的感觉就行了，不要太紧，但也不要太严。哎，都要问他，他就会反应嘛。如果你年纪大的人、老年人，特别是糖尿病人，你们说的糖尿病人，对吧？皮肤的感觉差，你自己用手。烫到你就知道烫了，是吧？没有感觉。你还没感觉，那么，好，就温和灸，回旋灸，像小儿肚脐脐周痛，或者治疗带状疱疹。哦，那个也是疼的，是吧？啊，回旋灸上下旋转。有温热感，上下范围就比较大。雀舌灸，像治疗乳腺炎、惊风、乳腺炎、乳房小叶增生、乳腺炎。扣腕，你看，一上下。雀
像鸟在啄食。雀啄鸠。雀啄鸠。雀。小鸟啄。啊，一上一下。几分钟一般这个？一般十，五到十分钟，皮肤要超红，啊。把酒精棉签给我，嗯，好嘞，好，你看，这里腹主动脉也可以，腹主动脉没问题嘛，你不要，腹主都是在脊柱后面，脊柱，天师好，得气啦，肯定，等一下，天师别错你的啊，得气了吗？爸爸得气了吗？有了有了，站好站好，站好。又去烫不烫？不烫，它没有热。不烫正合适。它没温度。啊，没温度。这外面粘也扎进去。再加点秋纹一下。抱过来，抱过来。嗯。这有点热度了，不，有热度。你是垫了两片，烫了吧？烫了，烫了啊。我这个要问一下病人。但要问了嘛啊、哦！你不能，病人的感觉是最好的了嘛？你不问人家，搞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好，对吧？格物灸。艾条灸，啊，艾条灸，温针灸，对吧？直接灸，直接灸呢？来，因为这个太碎了，如果有悬艾是最好。直接灸，但我只能解释。不谈。这还早嘞！你操！你往下解释，你这喝了一口气就往下搁嘴了啊！不傻，对不对？啊，这第一口就闻着个嘴了啊！你要说手那么摸着不会拽，这个就是直接灸。直接灸，如果为什么我直接灸一面就有两种，叫非疤痕灸和疤痕灸，化脓灸和非化脓灸，是吧？那么直接灸一般来讲叫直接灸的话，直接灸说不清楚了，现在说不清楚，上面热一些，上面。直接灸就放在上面上，一条小，我们要搞得小一些，在他感到烫的时候，要用拍打转移，哎，转这样的转，啊，注意力，灸，如果非疤痕灸，我们一旦烫了，就要拿掉，啊，再灸，我不怕起泡，你放心，啊，这个是。问病人还是看？当然病人了嘛，病人不是说不问病人嘛？这个也没方向的，这个就是放上去的这个艾条也没方向，就是男的这一头朝下，燃肯定燃的这头朝下。为什么呢？因为它越燃烧热力越大，这个时候火力还不大。烫不烫？这个。它燃完了，如果你从上面燃，对吧？你燃到下面越来越烫，对吧？你往上就一个。刺激性的，这个点以后放在下面，不往上面。对，你往上点的热，越烧越烫，越烧越烫了。怪不得火力是越来越大。你往上烧，往上，啊，往上，火是往上走嘛。看胶片间，这里烫了吧？好，烫了，要说放松，好。不怕不怕，放心。不要放药的，是不是？好嘞，一直去灸，灸你的手，还是就行。好，这个灸完了，你看，这个呢，我们检测用手，哎，没了，没了，又换一个，没了，拿一个东西来给我装。那个，对。好，其实还有一点，还有一点，看到好来。这个哎，再放，这是灸出来一转，先第二转也开始啊。转的有没有大小长短？有啊有啊有。一般就是。哎呀，你在诊室里面嘛，你灸多这个嘛，灸三转嘛，你已经45分钟，收钱已经够收了，对吧？啊，你要灸三个小时啊？哎，他有一个一转也就是两公分。两公分，十到15分钟了啊。
你要这里找我，这样不好，我这里烫了，你也赶快来这里，那里烫了，我也干。哦，好，对吧？好，哦，中间那个烫不烫？中间烫不烫？这个烫。中间这个烫，这边这个烫，感觉不出来，是一大片的。烫还是不烫？偏烫一点。偏烫了，好，来。真的那个烫不烫？哦，红了，红了。啊。还出水了，出汗了，出水了，出水了，出汗了，蒜的刺激性更大。这个是蒜，蒜导热快，导热快，本身蒜的刺激性就强。这个方法治疗胃肠道疾病，如果是慢性的，现在包括我们非特异性的结肠炎，现在经常就有肠炎灵，对吧？对。然后呢，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打点止泻的这些药物，其他也没什么，它是肠道的变异反应，是冷热刺激，就像慢性结肠炎，饮食稍微不注意，大便就不成形了，肚子也硬通硬通的，啊，一到后期就早上天不亮，天快亮的时候。就要上厕所了，烫，把它拿一下。啊，像这种药物，目前来讲，药物没有根本的很好的治疗手段。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为什么大家不易？难以开展。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病人吃药吃一年两年，他没问题。他方便，他方便，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你说你来做三个月半年。他不乐意，这是现代人的这一个节奏感，吃不了快，吃不了苦。家里人自己愿意操作，对。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比如家里面小孩，啊，消化不好的，你就给他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啊，你就给他用这个方法，来做。啊，慢一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快了那个稀的，不可能一下暴富，一下暴富就是土豪，对吧？如果是人家是家属的，就不叫土豪，叫品位，是吧？哦，那个讲品位的，这个就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什么感觉啊？感觉热，舒服还是舒服的。睡觉嘛，睡觉嘛，睡了一下就睡着了。效果也蛮好的，是吧？你不要像一些女孩子原发性痛经的，这个是很多的。啊，原发性痛经，不疼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月经来时痛的一点，脸色也变了，是不是？哎，家里面就用这个，整点附子饼，或者你再就整点这个姜片。揪揪肚脐，神阙穴，揪揪关炎，揪揪关炎，揪揪中脘。那个附子饼做多大？那么大嘛，你不要超过这个边。啊，还在吐出来。艾条有关的，艾条有关。哎，你去看你做的艾的大小了吗？艾柱大小。艾柱大小。酸度最高。是吧？啊，你刚才问烫不烫，我现在没烫，刚才不烫，现在在烫。现在问。啊。没有意思啊，都把啥那面发下去了，我就直接揪人了。再消费了。我也是这么揪嘛。啊。免疫的一些穴位，比如关元，还有一些什么穴位可以多揪，经常多揪揪。足三里。足三里关元。足三里。嗯，关元气海。气海。啊。那个。大椎。大椎、肾腧啊，肾腧。俺们的可以足三里嘛，你可以就艾合嘛，艾合嘛，现在给他把固定起来嘛。艾合。啊，对啊。你老师那个发泡就是忍得起，你看烫，就是给他烫。啊。点到了直接点上去，直接点也好也是。古时候是不是直接点燃就跟弄下去？哪一个？古时候啊，他那个发泡灸。发泡灸，他那个你说的是灯火灸。哦，那就灯火灸，灯草心、灯草、灯心草点燃以后，他把明火吹掉，点上去，按上去。按多久？按一下就不。啊，按上去刺激，拿开，然后反复的这样，皮肤就会发泡了，就皮肤就烂。
方法。哎，对对对对。老师胃不好的，就是哪种方法就比较好，就哪里。那不是这里如果在那样，不是就这个这里，足三里，再加上足三里，治疗内科病症，用这个方法是最好。内科、妇科病症，你说的那个滚筒灸治疗背肌筋膜炎、关节肌肉疼痛效果好，但是你如果要治疗内科病症、妇科病症，啊，男性不育症、女性不孕症，这些方法。就是要用这种内科的，看吧。哎，来来来看吧，这个是吧？你这个姜就没这搞到一片，不是你这个姜片你就没，没消，对吧？对吧？哦，没有事，没有事，没关系，业务不是。这个就是操作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啊。其实，但是已经，这个时候，来来，我来，你看，哇，全部红的，消的血，温温的，哦，确实热的，热的，特别是这里烫，哦，这是消毒的，来把转过来。把这个拿掉，把这个拿掉，转过来，好，放下去，头放下去，好，把这，哎，酒精棉贴给我，大家要看背部的针刺，我再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第四腰髂棘上沿。第四腰椎棘突，第三、第二，这个穴位叫命门。第二腰椎。两侧就是肾腧。好，摸到棘突。因为这是重叠的，我们颈针先颈针，啊，要稍微，如果你直直的打，就打到下位椎体，哎，稍微斜一点，这是什么？这个要吗？有了吧？有感觉了吧？有了，他说，得气了，好，这个是脊柱两侧的，比如两侧肾腧，老师，这个是斜刺，你要斜嘛？你直刺，你打到椎体上，你怎么打得进去？哎。哦，老汤是接的感觉好的。他有心脏病，说哪几个穴位最好。好，对吧？脊髓到第一胸椎、第一腰椎就结束，下面是马尾中师，在椎管里面。因为你们刚刚出打的话，手感可能还不能够掌握。一般进针以后，腋道一面，那椎板间都是阻力是很大的，啊。但是像这他这个体型是一般体型，像这个打一寸，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打上面这个部分，比如我要打胸部这个幺二幺一
如果从这里算，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幺一，那么这个打这些地方，这个是肾七，肾七部分，你打针就不要直直的打，微微斜一点，不要到打到肾脏，进针要在深度，要注意，打上面这些位。也是微微的向脊柱方向斜一些，六十度，你不要直直或者像这样，更不要这样打，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到肺。好，比如我打膈腧，膈腧第七胸椎棘突，啊，紧，我微微的向脊柱方向斜一点。切记不要这样，再往一面戳了啊！你再往一面戳，你要打到人家的肺上、胸腔里面啊！这样，针刺方向需要考虑，针刺方向，记住。算了啊。有没有？有了，一寸，你看，你看我这个1.5寸针，打了一寸了。做椎间盘病变，椎间盘呢最常见是1415、1415底1出现问题。常规打针4-5、1415底1415底1，好，我打个1415、1415底1，好，等一会你把体会说给大家听啊。好，我那么长。好，我先进针，一个针长了我就吃加持进针，对吧？好，一般来讲，它，你们去看教科书，都是进1寸到1.5寸，我这个3寸针。有感觉了吗？感觉不，感觉有一点，但不会太强，啊。1.5，1到1.5，我这个3寸针啊。1.5寸。已经1到1.5寸了，是吧？感觉好，放松。没有什么感觉。好，放松了。感觉到什么地方？感觉胀，只感觉到胀，没有其他变化，下面没有感觉。往下走，好。到大腿走一下，对吧？大腿，好。没到，再来一根，还没到位置。这个是。再来一根。到大腿是什么热啊？还是麻啊？什么感觉？酸胀。又来一根了，到哪了？到哪里来？没感觉，没进到。刚才那是1415啊，这是脊椎了。有了，有了。到哪里？到哪里？整个腰，整个腰到。嗯。对，这是深。这很深，没有器官，都是些肌肉，无所谓的。坐骨在这里啊。有了。到哪里了？到指尖。倒了吧？脚趾尖了。到受伤。哇，太牛了吧！哎，基本上。你睡上来，我帮你体会一下。哎呦。这个有什么了？你敢不敢？怕什么？这个刺激出现下肢放射性的感觉，1到3次，不要感觉到很好，绝对不要这样啊！三次就够，1到3次就足够了。
里面反反复复的，那时候到时候人家拔了针，就下肢麻得不得了，一直麻得起，几天内都麻得起，那个就麻烦，啊。这两根针已经是进了两侧了，是吧？上哪一侧？一寸半，一寸半，一寸半，一寸半。没有，这里有三寸，有了，三寸针吗？进了两三寸。到多少了？感觉了啊？都感觉到了，对吧？已经两寸五了。老师，那个按照刚才说那个常规的针刺不能不要刺那么深，嗯、常规的针刺那是我是特殊的打椎间盘给你们看。嗯、我说这个位置如果一般的人是不会打的。那个是幺四幺五，这个是幺五底，那就还是从上往下数。啊，你们从我这里嘛，你要对应来看，不要太机械嘛，你可以对照哎。理解，我哎对，你要对，你这个对，对，这个是。幺四幺五，你这样对应幺四幺五，你这样数往上数，和这个往下数对应看，你它由于两个对照，你可以看到它椎体棘突这个关系是吧？这个棘突关系。正常一般情况是20到30分钟。半个小时，那就慢慢躺着呗。好，还有个间歇性行针。用一下再来整他一下体察体察连转嗯我还有飞爽吧下次我看有感觉吧我怎么跳不起来有感觉吧一点点一点点啊爽着对了这种感觉打针的时候要静，中在针灸学里面叫守神，治神和守神啊、那些他，就说你要静，患者要静，你操作者也要静，充分去体会，和感知，对方跟你的感觉，来调整。不要紧张，啊，要放松，你要思想要集中，啊，思想要集中。所以为什么古代有一句话起五穴用一穴起三经用一经因为穴位之间人体的高矮胖瘦不一样你要知道我就用用肾腧穴我要知道这周围的血的情况啊中间是命门啊上下有什么三焦腧有这个脾腧、胃腧这配这些位置，我来找它的上下。就像你是椎体一下，你到底这个是第四啊、第五，对吧？你就要进行一个从上下的一个对照，从上下一个对照来摸它这个棘突，啊，棘突。当然，在针灸当中有反应点、有敏感点的，不一定非要在这个穴位这个幺二，可能在上下一点都会出现，比如硬结。按揉有压痛，有硬结，有凹陷，我就做。你有穴，就叫穴位，经络当中气在灌注到体表的时候，它不是说固定不变的，不是固定不变，它有个位置改变。就像地下的水，我比一下，地下的是暗道暗黑里面的水，它要冒到地面上来，它不可能永远只在这个前沿这个位置，可能就这个时期我在。这个前沿的右边来冒，有在另外一个时期，我在这个前沿的右边来冒这个水。你们这样来认识，这个穴位，所以它在只是在体表的一个体表定位标志，但是不是完全就一定。你在临床上，如果你要找在它这个位置，比如我在治疗肾虚患者、肾气不足患者，当我先找。肾腧，但我要看肾腧周围有没有它一个阳性反应，有了，我在它的上下阳性反应上针刺，比直接刺到肾腧体表的这个点上，效果要更加。至于学中医，就一定要灵活，一定要灵活。哪里疼扎哪里。但是穴位好像就微调微变，好像是不是？都会变嘛，是会变。穴位就是什么神气出入之处，
既然是气就会变，神气是人体的正气气血，就喊神气。广义的来讲，如果神，中医讲神，你要说精气神，精气神旺神的最主要是旺眼睛，眼睛心灵的窗户，对吧？两眼炯炯有神，这个是说，如果广义的狭义的神，只是讲身体的思维敏感啊。如果你这个这个思维很快速很灵敏，这个人身体不会太差。但是广义的神就不仅仅是思维反应，它是这个人的一个外在表现，它必须是内脏的功能很好，气血很充足很旺盛，你这个人才会走路挺胸，对吧？不会勾着起，红光满面，面部红润啊，头发乌黑啊，走路健步如飞。你看老有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身体不好，走路是拖着走。有些女性，有些年轻人走路是拖着起的，但就从习惯上，有些习惯，有些本身就是身体的状态不佳。如果你看一个人站立起来，站着起就是有站相，那个站立很标准的，说话声音洪亮，啊，圆润，那绝对是精神饱满，那个身体是很好。所以这个是中医当中望而知之谓之神，啊，所以为什么古代就说你望一眼，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还有气，热吗？太神了啊！热吗？怎么回事？真的是这一块我头发，我能把我前面我会吧？会呢，会的。好吧，来，干面前行了。这个是融合在一起嘛，小弟，这个。骶椎是无可骶椎，就融合才形成骶髻肌了，啊。环跳穴的。环跳。比较好。骶椎。骶管裂口。骶管裂口。到那个。哦，摸到这个小。到骶髂。骶髂中心。不是骶髂，股骨大转子。股骨大转子。股骨大转子。外三头肌在这里。就是。好，这个所有的穴位，你就要记住，这些穴位都是在身体的不同，你要找到一些骨性标志，这些骨性标志来定位的。髂脊、上眼，啊，像我要打赤疗，打八髎穴治疗，在女性治疗妇科病症、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症。在男性治疗遗精阳痿，啊，之类的，我要打到八髎孔里面，但是这样要打也不容易，啊，说是说好说，啊，理论上哎第二骶后孔，都是第二，你要真正打进去，不是那么好容易打的，啊，不容易好，啊，我打一针你感受一下。啊，八髎穴，你打吧，老师。耽误你们一下啊，耽误大家一下下课。好，正常我们定这个是髂后髃脊。但不一定打得清，有时候一下就清晰了。好，骨头缝里面，这不是凭感觉了的。经验，大按摩呀，那高手。高手的玩法。人家一手，你该不要那么大的，嗯。高高开开，这个
今天干酒没有啊。有时候运气好，一下就到。对了，哇！来，好，看了，哦，你看看，你看，太差了，感觉多少？这个三水位好像比较深一点，两点五的，三点三寸，两点五，拿刀的，基本上三寸到了，一点四三寸了，三寸进去了。你还是个真饼了吗？你这样怎么打？没到真饼了。已经打完了。这个砸到位都像跟他刚才那样会。你问他有什么感觉？问。像放电，像个电一样的闪电。闪电到什么地方？到脚尖了。脚尖前面有没有反应？前面没有。今天没反应，好，有些都会反应的。几款？老郭也70岁。老郭也70哦，那个反应起来不得了呢。哎呀，人杨经理80岁要照样啊。这个是。如果我退出来，你们来打一次，你们来试一试。不敢打。好，你们来打，你们来打。正常一般打这个穴位，就是打，哎呀，就是这样打。不敢打，不敢打。看着这场面害怕。就是那么一点。哎。哎，是。但是你要治疗男性病，治疗妇科病，仅仅打后面效果就。效理论上是有效的，理论上啊，理论是可以的，但是实际这个只算进去的半寸了，对，八疗，给你打给你们看一下，次疗、上疗、中疗、上疗、次疗、中疗、上次中下疗，一边有四个，两个加起来八个，叫八疗穴，一边有四个。疗的意思是孔穴，孔穴骨头缝，缝穴。好嘞。